他丢巴拉，赶快跑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对呀。哦，对。赶紧全部打头。你的头盖有爆吗？我头是爆了、欸。他应该是外挂了，我看他点你那个速度蛮像，102级。我已经检举他了，不管。检举了，检举了。全部都检举他就好了。他可能很呕吧，队友被我们打掉。MELINE。他打我是直接锁烂那一种、欸，看我看他打你们还好、欸，那个连点没有，我觉得那个连点是还好，是重点是他那个速度可以全中，我觉得干有点瞎。他可能吧，他队友三只被我打掉，很气。我准备吗？嗯，有啊，只剩鱼竿去哪查吧。很气，把我三个队友都打了。Taco， 你有四组有赚钱吗？有啊，我小玩，哎、欸，我那天，哎、欸，买900赚6000多，那还不错。啊，但我昨天那个谁，英格兰那一场，啊，超靠北赛内有个烂的，操，直接输烂。昨天输哦？没有啊，昨天英格兰赢，但是我下正确比分。我下3比1跟3比2，昨天两场波胆我都赢耶。波胆吗？波胆、哦、就是猜比分啊、哦、猜比分，你猜哪一个？他踢到什么时候啊？法国3比1跟那个我都有下英格兰啊。对啊，看真假的啦，你下3比0哦。我3比0下500，我本来我是组2比0的。哦，法国那场我赢比较多，法国那场3比1我赢9000，爽哎、欸！那我朋友他们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他你们投几百块，我朋友他们投那1-2万不就更多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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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波胆有中都很多啊，当然赔率很高啊。你没有玩了、啊？有啊，我没有玩啊，看我之前是玩我玩棒球，后来就没玩了。不玩怎么？怎么看怎么会刺激？但是要玩一下。四年一次哎、欸，四年一次玩一下啊。我没有玩，我没玩过。就去那个运彩那里买啊。哦，他们你们是玩线上的合法的，我们是玩地下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朋友找我玩啊。我是玩下球板的比较快啊。球板比较快啊，球板比较快，而且赔率也高。对啊。你看你要下，我可以帮你下。代配给我就好了。欸、我之前我朋友他们在玩闯关，我说哎，不是我不知道玩谁啊。我跟小弄都赢钱啊。真的吗？叫马美帮你下啊。哎、啊欸，马美你晚一点报一下、啊。报一下、啊，我来下一下。哇、啊，哎、欸，今天的你认真嘞？日本跟那个，这压力很大哎、欸。不会啦，你少玩一下。是啊，他们是小玩，然后就这样啊，玩嘞、欸。对，晚点传给你。你就最多就压到10000就好。小玩不用玩那么大啦，500块